小兔，你在干嘛？在喝水呀、啊？你再喝会儿呗。碗里没饭啦，没粗粮啦，没有就不吃了嘛。不要过来，别过来。兔崽崽在家捡兔粮吃。兔崽，再给你一颗，再来一颗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地上也没有兔粮了。这个，好，没有了，把门打开，让兔兔进去吃草，走，吃草了，吃草了，走进去。兔崽，你好可爱哟！没有，才吃了一碗。不服吗？不开心吗？没有吃到。那吃草了，喂，老表，乖崽崽，妈你妈的想，好大儿，我还没想，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之前，我妈打过电话的，不过主要是没那个时间。干啥？不吃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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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虽然饿，但是不能吃屎。兔兔最近吃了很多兔粮，肚子特别鼓，然后我就有意在控制，就是吃完一碗兔粮之后又，不会马上给它夹。干啥呢？不能刷碗，小兔兔是不能刷碗的。又捡到一颗兔粮，小兔兔还是不愿意吃蹄草，但我把它关起来，它就很生气的吃蹄草。这里有一点点，兔兔啊，你进去，进去。看来心里很有数，我要把它关起来了。兔崽，你好漂亮，你好帅，看兔兔下巴。下巴好很多了，但是还有一圈毛没长出来。但是可喜可贺，我们兔兔是救过来了，救好了是不是？来，兔兔给妈妈点个赞，点个赞。我慢慢的听是落霞的声音，兔兔在拉屎。哎呀，进笼子吃个草吧，走嘛，进笼子吃个草嘛，那就那不去，那握个手，握个手，
握个手，敬个礼，你是我的好兔兔。